现在改飞沙尼哦，飞沙尼哦，这台车是什么车啊？What's up? OK, 这台车好漂亮哇！后面这个 LED 灯不错看呢。咱们的护具跟这护具就不用改它了，好不好？刹车就给他看一下，加一点点啊。保险杆。10,000+，改下去了，改下去了，好吧。那这边有什么特制化这样？多了这个排风的扩散器啊。这是 V8， 又出 V12。改好改满，只是造型不一样，这种差吗？哦，八口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看。水箱护罩什么？看看，不同款式啊，粉碎机刀型是什么？撞到人可以粉碎。稍等一下，飞沙水箱护罩，碳纤维的，引擎盖都已经盖。这个还行，好设计的。好，这几个。引擎盖就在上面，固定的。不要加它。车灯有什么 ？OK， 各种不同颜色。Hard on nice, OK， 看一下涂装，好，涂装是黑色条纹，红色抽象 ，OK， 这是赛车吧？这台车。江江，我在开车哦。等我一下，我在改车。金色涂装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涂装还不错看。飞沙条纹哦，赛日，荷兰汽车市场，这个也不错，霓虹，感觉他这次涂装做的很细心哦，蛮好看的，咱们就用这个吧，等一下，这个吗？这也不错看都很好看，糟了，我有选择障碍，选这个好不好？改一下亮金属，换成颜色好看。刚才的蓝色还 OK 啊，不然金属色的话，这水标出不来。深色深一点的颜色也是出不来，咱们保持原厂吧，原厂蓝色。可是中间这个 Motor Market 啊，好龟毛，糟糕啊！先这样啊！颜色掉在哪里啊？上面的，上面颜色。好像是要用极致蓝吧，极致蓝看一下好了，极致蓝应该比较好看。
灰色的。没有比较好看，还行啊，还行，还行。所以包括神器在哪里？哦，没有解锁啊，算了。车顶，这个是什么？涡流产生器。车顶的这个是干嘛用的？增加尾流吧。社群呢？GT 车型，好，老流板，这个比较小，哦，这两片式的，四分，咱们就这个吧，看起来比较厉害。OK， 这个其实有买跟没买是一样的。没什么差别、啊。OK 了，我们其他就保持原厂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就直接开车离开吧，开工坊。咱们出去呀、啊，好不好？去试车一下，刚好是白天啊。刚好是白天的话，可以顺便录一下。是有录还是没录？有。哦，加速好快，是。哦，打滑。加速很快哦。哦 ，V8 就是不一样。撞到，急转弯不行，下低人生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牌子的车啊？看起来不赖。角度好切换，好，这台车就要到这边，喜欢帮我按个赞啊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